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订阅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继续来完成我们的海上冒险之旅吧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OK， 那我们上一集呢，终于完成了熔炉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尝试制作更多的金属制品，让我们的工作效率能够更高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来尝试盖我们的双层别墅，好不好？双层楼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先把我们的肚子填满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菠萝种子呢给种在我们的大土盆里面 ，OK， 然后我们给它浇个水。然后我们现在呢饥饿度非常的高，那我们现在赶快来钓个鱼。上一集呢我们有下锚在这个点。那海底下的物资呢非常的丰富，希望呢今天可以制作金属的物品，然后我们能够再多下海，对，我们再多下海去采取更多的海洋资源。黄色小花鸭可以研发吗？试试看。哎，不行。好，我们真的得离开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木头可以制作更多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，下海先捞一些东西好了。然后等一下看一下，那等一下我们必须再做一个钩子，厚木板，不要好了，我们先行离开好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缺海底下的东西。我们已经开始在走了。好，全速前进。好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木板。鲨鱼先生应该是快要GG了啦，因为他已经那个出血了，他现在应该残血了。对，他应该残血了，所以要不了多久，嘿嘿，就可以吃鲨鱼肉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需要螺栓，需要哦，可以做我们的鲨鱼饵了。好，我们先不要做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食物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东西呢？好，哇，好大一颗菠萝，超可爱的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好，放了一堆的厚木板进去了，应该是可以把我们的铜锭给烤熟了哈。好，那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材。好，我们来煮鱼。好，这边有木材。
呱呱呱！不是吧？还在给我偷吃？你贪？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再做一个这个绳子，做一个什么？钓竿我们没有了，我们需要做一个攻击的。这个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这个快坏掉了，这个先可以收起来。好，继续烤鱼。哎，有了大桶子，赞赞赞！好的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岛屿，然后我们需要。我们需要螺栓，对，我们需要螺栓，然后才能做金属锭。螺栓怎么做呢？对，我们需要金属锭来研发。OK， 羽毛，如果说需要羽毛的话，是不是我需要用弓箭？是这样。我需要弓箭，然后我终于把那只鲨鱼给咔嚓了。我需要弓箭，然后等鸟来吃的时候，或是做一个鸟巢，然后等他们来吃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们给打下来。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Oh yeah！这好像有点挡视野哈，先放起来好了。鲨鱼头哎，帅气！我刚刚捡到了好多的鲨鱼肉，这可以让我们活有好一阵子。哦，铜锭有了，那我们现在做个金属锭呗。哦，铜枝。哦，再烧了。好，铜锭，哦，做电池，我应该是还不需要，好像还没有看到需要电池的东西。高级烤架，对，我需要一个高级烤架。钩子快爆炸了，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钩子来，对，我们需要再做一个钩子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螺栓。哎，螺栓等一下应该会，我们省一点素材，可以收获了，耶！可以再种吗？哦，不好少、哦。哎、欸，还是说那个菠萝可以拿进去锅炉之类的煮？锅炉怎么煮？啊，这个可以烤，对不对？种甜菜根。来看一下锅炉怎么做，烤架。投网器结合使用。
炉子锅哦，我需要金属锭和葡萄藤。葡萄藤目前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做，可以种树。对，我们需要铰链。我们需要铰链和金属锭之后呢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了，所以我们要挖掘更多的金属。金属矿石。哦耶！终于生出我们的金属锭了哈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再烧了。OK。Oh my god! Nice. 继续吃。烤过的鲨鱼肉，超补哦。好，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岛屿，我们需要，好，我们需要来做铰链，螺栓先好了。投网其实干嘛？捕获猎物。螺栓、金属锭要一个，所以铰链、金属锭、铰链各要一个。好，桶子来了，耶！有金属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终于可以做个螺栓。好，然后我们需要做，这个是高级烤架，我们有两个，我们需要高级烤架吗？我们现在应该需要做一个铁钩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需要做，我们需要整理一下。我们需要很多的金属矿石，对，我们需要大量的金属矿石，石头可以先放进去。好，好，还要大量的木板，因为我们要盖家嘛，对不对？烧金属锭呢，也需要大量的木材。风向往这边吹，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岛屿。没咬到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很多物资来了。哦，他知道我们很需要木板，给我们一堆木板。木板好啊，好。好，我们来想一下呢，要怎么去制作？哎，看到了，看到有新的岛屿了。
好，我们来尝试看可不可以卡在那边。哦，我们刚好有一个峡口可以让我们卡在那边，太好了。然后我们需要的是赶快转过去多一点。哇，瞬间被咬，毫不留情。OK， 刚刚好，我们卡的刚刚好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自己准备好，然后我们准备下海。啊，如果我有鲨鱼饵，对不对？鲨鱼饵的话就可以，它就会不会一直来咬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两条鱼好像在这边吗？嗯，哦，可以，哦，它是其中之一啦，所以只要我有两个绳子就可以做了。原来如此，好，我现在有鲨鱼饵了，那我只要把它放在，还是开一下反好了，然后把它转到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完全是不是会卡住。哦，他就是会一直去咬那个饵，那我就不要理他。好，赶快下去捡东西。哦，还是会啊。我们需要更多的金属矿石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。我们有了这个金属矿石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东西呢都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多。哇，有这个铁钩钩啊，真的是太好用了！鲨鱼一直在那边咬，这样它就不会来烦我们。然后我这边又捡到一个宝箱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哦，来咬了，来咬了。它也不是不会咬我们，它是随机性的，对不对？它可能就是不会这么高的频率来咬我们。还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饵给吃掉了？不行了，再被咬一下就要GG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上来，再做一些金属锭，放置金属锭，在烧了吗？好，对，他已经把饵给吃掉了，然后现在来吃我的木板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有了，装满淡水，喝个水吧。好，需要淡水，还没种花。好，看一下我们还能够改什么？三角形基础，木质。哦，这可以让我们的地板
变得更加的坚固，对不对？可以在我们可以在二楼的地方盖一个屋顶，然后我们需要架子盖我们的二楼，所以需要很多钉子。对，我们需要钉子、木板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浇个花吧。好，然后再装满海水。哎，满了吗？好，我们的鲨鱼肉已经都吃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暂时是没有其他食物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只要有钓竿都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哈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放我们的金属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淤泥，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需要淤泥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做炉，炉是不是要有什么葡萄球什么？对，葡萄粘物、粘性物。嗯，铰链，我们铰链还没有研发。我们可以做大土盆了，可以做固定锚了。固定锚是不是可以放的比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可扔锚还要多次，就是我可以钉很多次，然后再把它收起来再钉，这样子应该是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先暂缓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种什么。好，我觉得小土盆的部分等一下应该是可以先暂时不需要，我们可以直接做大土盆。对，然后我们需要到二楼，我们可能需要再想一下哦，要怎么做？我们的船手在这边，帆的话应该可以再放前面一点。我们把帆放这边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船手。从左那边，然后我们的风扇旗可以往前拉，重新装潢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收获呢？还没。我们的研究桌还有，这个可以往后拉，椅子可以往后拉。好，研究桌的话，我们摆在比较后面一点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后面可以用，我们后面可以把它做一个栅栏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椅子给摆上去。然后我们的置物柜的话，我们摆在一楼好了。一楼，对，我们置物柜摆在一楼。然后炉火的部分，我想要摆在，炉火我想摆在，先摆在船手，先摆在船手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中间部分可以往上拉，旁边的这个阶梯往上拉，然后上面，然后往上拉，到上面可以再做一层二楼的部分，可以烧火。好，那我们停车根我觉得可以烧了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炉啊，这个炉火，然后先把它给烧了，我们把它摆在。在研究出熔炉，我想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是往上走，然后铺，如果摆这边，这边好了，不要，我们再摆一下。研究出我们把它摆在这边，这样子，然后椅子的部分，这样子，然后熔炉的部分呢，就把它放在中间，然后箱子的部分呢。哇，小物品库可以做更大物品库，所以我需要铰链。好，我们先来
我们现在这个脚练好了，来做更大的握手，然后下来个身子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大的这个握手扣，然后把它摆在人物的旁边。好，然后哇哦，空间暴增了，赞赞，沙子、鲤鱼、龙、石头、石头。好，身体现在做个定。OK， 我们需要去砍一些木头。哎，什么？红色花朵。我们现在的置物空间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可以来采一些红色花朵，然后来制作一些涂料。好，黑色花朵。哇。OK， 我们现在呢，蛮可爱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有一定有多了一些木材哈。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船上。可以放在桌子上吗？这个小鸭呢，就当我们的领航员，好不好？小鸭领航员 ，OK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这个芒果种子。现在身上有一个小的物品库，这样子。好，应该快GG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有更多金属锭了，我们有6颗金属锭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黑色种子是可以种出黑色花朵，种子的部分我们都先放在这边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需要，我们先把这个先瞧一下这个位置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进步了哈，各位。
OK，这边有鱼的话要大烤，要大烤炉才能烤。那还有蓝图的部分，蓝图的部分我们就统一放在这个箱子好了。素材，然后动物的部分，粘土。铜也可以放进，也可以先去烤。我们现在有钉子，有螺栓。好，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然后这边，然后煮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这边上去，对，我们等下从这边拉上去，盖第二层。那煮东西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，这边我可以，我想要在，我想一下哦。这边我们可以种一棵树，然后这一排我们可以种一些植物的部分，大中小放这边好了。然后这边我们拉上去，然后煮东西的话，我们放在稍微前面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盖一个大土。我们现在盖楼梯好了。我们楼梯在，然后我们需要木板。木板的话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架的。我们需要先把支架先撑起来，然后再把那个二楼的木板给做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有铜锭可以烧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木板。好，这边先放着好了。然后我们需要金属木板绳子，我们就可以做金属锚。然后鲨鱼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，就是把它弄走比较快。好，现在看起来我们差不多可以先离开。我们现在收集一下更多的金属东西，然后。可以再做一个鲨鱼饵吗？看一下，鱼绳子，哎，我好像还有鱼，哎，对，我还有鱼，然后绳子再做一个，然后再去海里面再去多捡一些金属制品。这个是铜，这个是石头。那我需要金属碎片，现在也相对的也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要做钉子。钉子的话也需要很多，才能打造出我们的那个比较固定的家园。这是大贝壳嘛？对，捡了个大贝壳，所以我们可以做鸟巢。我们等到有弓箭之后，我们再做鸟巢，这样子可以把那个鸟打下来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羽毛。有石头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小的那个固定锚。
边有个木板。快要晚上了，晚上的时候鲨鱼好像比较会攻击人，对，他现在在攻击我了。沙子和泥土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再做一个，除非我们这次再做一个熔炉，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沙子，还有那个泥土。好，我决定再做一个灯，再做一盏灯哈。我们需要六个木板，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缺木板。我一下去他应该就会来攻击我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先离开了。现在是完全逆风，没关系，我们滑出去。好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板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板儿，先不要烧铜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把想做个栅栏，哇，我们需要很多的木板啊，非常多的木板。然后我们已经活到第几天了啊？存活天数，哇，需要吃钉子，木板两个，好吧，我们做一个日历吧。可以放在哪里？哎呀，不能放哎，可能要放在墙上，对不对？哇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哇，东西太多，等一下。下雨了，大土盆、大烤架需要一个，需要两个钉子。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大烤架，先把我们的鲶鱼高级烤架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先把我们的鲶鱼给丢下去烤。可以先充饥一下。哇！赞赞赞赞赞！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，各位！一次勾三个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木材。好，我们可以终于还吃我们的大鲶鱼了。哇塞，おいしいです！哇，可以吃好多次哦，超赞的啦！可以吃三次，哎，好，生飞鱼。
瞬间活过来。OK， 烤过，烤过更好吃哈，更香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来做一个金属矛，我们的矛快爆了，所以我们要再四个木板。我们需要四个木板，然后来做金属矛。蠢蠢欲动啊，朋友！再一个。木质地板，哇，好贵哦。先做这个好了，然后做拆一个木板，有了，好，金属锚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做金属钓竿。螺栓和绳子。螺栓和绳金属钓竿在，刚不是有做螺栓吗？哦，我已经做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，有岛屿可以先等一下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木头，所以我们先不用上岛。好，我们来做我们的二楼吧。好，木头支架，木头柱子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我们先试试看这样子可不可以盖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怎么少一根？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盖看一下可不可以盖，然后又没有木板了，木板剩一个。好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板，塑料可以先不用，塑料现在非常的多。钓得到哇，极限距离啊！那是什么？看到东西。哇，这个好像有点卡，我们等下稍微再移一下我的烤炉。差一点。死掉了吗？这样子好了。
这样比较顺。OK， 赞赞的。好，那我们木板。哦，那是一个别人的船。碎片要四个，我们现在是非常的没有碎片。哦，烤过的鲑鱼，我们刚刚有烤到鲑鱼啊，看起来是过不去，因为风向的关系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继续前行吧。我们需要碎片的话，我们可能要上岛一趟。好，那我们哦，加二加二，哎，赞赞赞！那再做，再做，然后再做，再做，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土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木板有一组多，好，我们把二楼的地板给铺起来，木质地板。好，这边少一根柱子。好，这应该是可以吧？试试看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木质地板。可能是更坚固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们做一般地板好了。哎，木质地板，还是说只有木质地板可以做？哎，真的哎。所以我木质地板的话，花更多的木材，然后这边需要支架才能把，才能盖过来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的物资看起来是不错。哇，你这边好多，身上好多石头，先放一下。然后我们需要，在哦，卡住了。我们需要先吃个东西，然后再喝个水。两下就可以让你拜拜了。好，那我们需要柱子的话是需要，哦，这边还可以有半高的柱子，所以可以摆在二楼，然后盖屋顶。对，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钉子，所以钉子的话需要碎片。
然后我们现在只要在持续的做更多的木材，持续收集更多的木材，然后碎片，那我们家就能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可不可以做个斧头，我们上岛。哇，还是缺木板，我们可能还是没办法在这边停留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这一集的 episode 就到这边为止。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游戏影片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